这个邻家惊悚美少男，非常的让人惊悚。那好了，那我们大家已经看到，欢迎你们非常的开心，是不是？哇，你是喜欢我们大张伟啊？张伟呢，用你最古灵精怪的打招呼的方式来和大家来展示一下自己啊。说什么古灵精怪？古灵精怪哦，古灵精怪没有什么啊，大家就看着我说好看不好看啊。哎呀，你看他们都没见过我，没见过非常的好看，我也非常的喜欢，我非常的喜欢，是不是？啊，是是。那张张伟呢？最近在忙些什么呢？最近就是白天云游走四方，为了熬成苦瓜嘛，对呀，一个道理。哇！那个就是现在在工作嘛，然后宣扬这个新专辑叫做这个大张旗鼓，各位买没买？买没买？好了，我高兴，反正我高兴了哈。你也买了？你买了吗？非常喜欢你们的歌曲，而且非常的好看，是不是？对。我这张专辑里面歌曲现在很多都在打榜，打得非常的火热，是不是？因为本身来说啊，这个专辑有人跟我反映啊，然后说不仅是歌手，但是到你说的歌手，因为歌手都很正常嘛，对不对？都是专辑啊，进门之后呢，就是哎，就是我再买股票也升值，哎，买基金也升值，你买这个房它也升值，这些都是在演升值顶非常的好，所以大家就看了我。一上来看起来就非常的开心，是不是啊？谢谢大家，我永远给大家一种非常开心的感觉，也是他自己最深刻的一面。那我想问一下呢？
好不好？我们愿望就是希望，今年一定能够大获。
个口味的，来让他回答问题吧。Thank you.